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，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！圣诞快乐啊！大家好，今日翻到嚟咧，继续一周手游啦。咁第一只要同大家讲嘅咧，就系呢只《王国之心：失落连结》啦。咁话咧就下年咧一月咧就会喺日本咧开始呢一个嘅 beta 测试嘅，依家咧就进行紧招募、哦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就可以去翻呢一个《王国之心：失落连结》嗰个官网咧去睇翻嗰啲嘅详情啦。嗱，咁原型测试咧就会喺呢一个嘅2023年1月13日去到1月18日开始嘅。嗱，不过就唔系封测，呢个咧就小型测试嚟嘅。咁如果咧你真系想紧贴翻追翻呢啲资讯咧，去翻佢 Twitter 又或者官方嗰度留意翻就最好啦。NBA All World 呢隻游戏咧就已经话咗喺下年，即系2023年1月24日咧就会推出噶啦。咁游戏系玩啲乜嘅咧？咁大家咧就可以谂系一隻咧，大家一路行一路去打篮球，同人挑战啊咁样啦。咁简单啲嚟讲，就即系如果你系玩个 Pokemon Go 嘅话，咁就系一隻篮球版嘅 Pokemon Go 啊，行到边打到边啊！咁隻游戏都有个好处噶，就系、令到大家咧行得更多啊，运动下对身体都好啲啊嘛。代号白家呢一隻游戏咧，今日咧就已经喺 Android 咧展开咗测试啦。咁就会喺12月20日去到1月3日咧，都仲系测试嘅。咁样大家本身有兴趣嘅，咁就记得留意一下啦，去翻官网嗰度啊，咁你就可以试玩下呢隻游戏啦。我自己就觉得画面咧，即系最精彩嘅画面，佢俾唔到你啦。但系悠闲嘅玩法，我谂你都可以试下嘅。我哋今个星期嘅一周手游嚟到呢度先，下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兄弟们，睇到嚟呢度咧，条片已经完噶啦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可以揿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。仲有就系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啊嘛。